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哦，设坐标平面上有两点 ，AJ 点坐标负八负二 ，BJ 点坐标是十负十，这个是随便画的啊。然后他说呢，当中有一点哦，这一点的话呢，这个距离比这个距离哈，这个长度比这个长度是一比三的。那么他问说 PJ 点坐标多少？那我们就带公式啊。这公式是说哈 ，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三加一是四啊，二分之三乘以负八，三乘以负八，那加多少呢？加一乘以十，一乘以十，哦，这是 x 坐标，那 y 坐标也是一样，也是多少呢？也是一加三是四，分之三乘以y 坐标。三乘以负二，啊加一乘以这个 y 坐标，一乘以负十，好，那这样答案就出来了。哦，这个 P 点 坐标是多少呢？四分之三八二十四负二十四嘛，加十的话是负十四，所以是二分之负七。那 y 坐标的话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负六负十，所以是。负十六，哦，四十六是负四，所以 PJ 点的坐标哦 ，x 坐标是二分之负七 ，y 坐标是负四。